安置电量学堂。东源空气断路器 ACB 产品 TAB 全系列机种的控制器有几种基本的保护功能。TAB 全系列机种的控制器其动作曲线皆相同，有四种基本的保护功能。四种基本的保护功能分别是 IR 过载长延时保护， ISD 短路短延时保护， II 短路瞬时保护， IG 单向接地保护。使用前请参阅 TAB 产品附赠的说明书，有详细介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加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接收我们影片的第一手资讯。